就話咧，到處咧都係呢啲高樓大廈嚟嘅，非常之多啊！但係咧，你喺呢一個潮州地區嚟講咧，你就好少睇到咁樣嘅地方嚟嘅。咁大家可以比較下咧，我哋而家所在呢個位置嚟講咧，就喺汕頭嚟嘅。咁咧，我哋聽日咧就要去潮州啊！咁咧，潮州咧講咧係一個古城嚟嘅啊，相對嚟講咧就比較古色古香啊，比起汕頭嚟講咧，可以講咧就差得好多嘅啦。大家看看我哋右手邊呢啲公共汽車啊，大家有冇發覺到咧？喺汕頭呢邊嘅嗰啲公共汽車咧，相對嚟講咧，對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咧，白色嚟講咧係代表咗呢個幽靜嘅，所以講咧，能夠喺呢間汕頭大學入邊讀書嘅話咧，可以忘記曬咧出邊咧嗰啲車鳴嗰啲聲音嚟噶，去非常之幽靜咧，提供咗一個非常好嘅一個讀書嘅環境嚟噶。咁喺我哋前邊呢邊嚟講咧，全部咧係密林都係嗰啲舊木樓嚟噶。咁咧汕頭大學嘅建築嚟講咧，亦都係非常之亦都非常之特別嚟噶。全部咧都係走廊式嚟噶，大家可以睇到。即係話咧，我哋而家喺呢邊一個樓梯上去嘅話咧，可以直接咧去到咧最埋邊咧嗰邊出嚟噶，即係咧可以唔使落樓梯咯。全部咧直接嚟講咧就係嗰邊咧落嚟噶啦。覺得汕頭大學入邊嚟講咧，佢設備嚟講咧非常之齊全，因為咧所有嘅呢啲設備嚟講咧，全部咧都係李嘉誠先生一個人俾嘅，就包括咗依家咧啲外國嗰啲教授嚟講咧，全部咧亦都係李嘉誠咧特登咧喺外國邊請過嚟嘅，所以講咧我哋汕頭大學入邊咧，除咗咧有大學之外嚟講咧，佢亦都係而家派咗嗰啲研究生，即係依家嚟講咧喺港澳台同胞嚟講咧，亦都非常之多學生嚟講咧到我哋汕頭大學呢邊咧留學嘅，另外嚟講咧，汕頭大學入邊嚟講咧，就話咧佢嘅實驗室啦，亦都係非常之千眾嚟嘅，咁咧汕頭大學入邊嚟講咧，除咗呢啲嘢之外嚟講咧，佢亦都有自己嘅水庫。我依家嚟講咧，可以睇到佢嘅水庫嚟噶，亦都有佢自己嘅發電廠之後咧，佢可以講咧，汕頭大學嚟講咧，佢咧可以講咧係一個小世界嚟噶，即係咧外邊有嘅咧，佢入邊都有。外邊有乜嘢，佢入邊咧就有乜嘢。所以講咧，入邊咧，就算咧出邊嚟講咧飲唔到水嘅話咧，佢咧自己咧都有水嚟噶。出邊冇電嘅話咧，佢自己咧可以發電。所以咧出入邊咧有食堂有商場有派出所乜都已經係有曬啦。所以講咧，即係話咧，佢除咗咧佢係大學之外嚟講咧，佢入邊咧就包埋咧啲咩咧，包埋啲中小學。仲包埋中小學嚟㗎，所以嚟講咧，一個小學生咧，一個細路仔咧，從呢個讀一個小學一年級開始咧，可以講咧，直情咧可以等到咧讀大學畢業嘅話咧，先可以做到後咧都可以㗎。咁咧，我哋而家睇到咧，我哋左手邊呢邊嚟講咧，係嗰啲汕頭大學嘅學生嘅宿舍嚟㗎。左手邊呢邊咧係嗰啲學生宿舍嚟㗎。裝咗個腦包嘅嘛，其實有啲老嘅。呢邊嚟講咧。咁咧呢邊嚟講咧係學生宿舍嚟噶，咁你右手邊大家睇到呢邊嚟講咧有少少似嗰啲別墅型嘅，舊實嚟講咧有另外一個住宅區嚟嘅，所以講咧汕頭大學嚟講咧可以右手邊呢邊嚟講咧係水庫嚟嘅，呢個水庫，即係咧整個汕頭大學咧依家師生嚟講咧總共有6000多人，全部引呢個水庫入邊嘅水嚟嘅。咁咧因為咧呢一個汕頭大學佢咧對呢個留學生嚟講咧就好啲咯。所以嚟講咧，你有啲留，如果正常嚟講咧，一個學生嚟講咧，因為我哋呢邊嚟講咧，依家嚟講咧就話咧，分為自費咧同埋公費，即係話咧你自己考得到嘅話咧，就去計公費嚟嘅。公費嚟講咧，一年嘅話咧，都要萬幾蚊嘅，都要萬幾蚊學費嚟嘅。咁咧，如果係自費嘅話咧，即係話咧你自己俾錢出嚟讀書嘅話咧，嗰時犀利㗎啦。一年之間嚟講咧，都有5-6萬蚊人民幣嚟噶，所以講咧，大學嚟講咧，唔係邊個都讀到嘅，即係咧呢1萬蚊嘅話咧，其實唔係只不過包括啲咩咧，包括你嘅住，同埋包括你嘅啲教育嘅費用噶，咁咧其他嗰啲食嗰啲唔計喎，咁咧你喺宿舍入邊咧用電啦。用咩嘢咧？呢啲都唔計嘅，都係自己俾噶。所以你講咧，一個學生咧，一個月嚟講咧，即係咧，以我哋以前讀過書就知㗎啦。一個月嘅話咧，至少嚟講咧要500蚊嘅啲費用嚟㗎，500蚊費用，即係咧等於嚟講咧，即係好慳咁樣咧去食飯，去用埋嗰啲學習嘅用品。一個月嚟講咧，至少嚟講咧，都需要500蚊。一個月咧都要500蚊。如果屋企要比較有錢嘅話咧，望鏡頭啊，樹榮。
到嘅高温嚟燒成嘅，你又堅硬啲。有人企喺度，企喺度扮緊聲。邊個請大家品水呢杯黃之香？黃之香，咩黃之香啊？沖功夫茶有講究，品茶都要一分講究。用隻右手咁樣揸茶杯咧，叫生龍活步。兩隻手指揸喺杯邊，中指頂下邊，咁樣揸咧唔會太難受。然後擺喺左邊，用隻左手嚟遮住。以前有啲長袖係講究斯文，但依家咧就唔係喎，自私啲㗎，遮住呢杯茶香味冇俾隔離人送曬。然後一聞其香，聞下咧就有啲怪花香味㗎。而觀其色，睇呢杯茶顏色，身品其味，先至方為心淡咧，慢慢飲落去。功夫茶至緊要就品茶，一個品心個口咯。心淡咧好成一個品字噶。我哋大家有冇聞到少少桂花香味咧？呢種茶比較清香啲咯。咁覺得呢杯茶好飲定係第一次嗰只馬騮面好飲啲咧？馬騮面好飲啲啊？其實呢啲茶咧就同有千秋咯，同有特色啊。每個人嘅口味咧都唔同咯。馬騮面個廣告賣咗啦嘛。咁接落嚟就沖成最方便沖嘅一別茶俾大家試一下。Thank you.
代表社團啦，順帶試下啊，高海雪平睇下。咁啊，你哋係九點半上火車啦，晚點半上火車。咁啊，依家每一個景點著曬手巾啦，咁啊，參觀仲講係最尾嗰個就係啦。翻兩好啊，兩三個翻嚟啊！大哥啊，大哥，大哥。好啦，我去出面影相啦。洗手巾喺度啊！洗手巾喺度。大前介先啦。你話俾我認一陣嘅。好。